请我们现场的十位裁判来到统分区，我们呢要进行下一步的分数的核对。有没有气氛呢？哎，糟了，请我们的裁判，哎，你怎么没气氛？要加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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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感谢我们的师傅如此快的速度，我们呢，请现在的裁判把他们的作品扳指。那嘴巴是动的才是合格的，嘴巴不动的是不合格。